别老掉来掉去。这里，你好，钟老板。你好，我是那个艾特的朋友姐。是这样的，之前我跟那个朋友姐说了，我给她寄了一个西湖亮的药品，你那边有没有看到啊？那边拿给你。啊，我给你点快。OK。哦，你看看，因为他这边，他客人要求一定要在盐水库嘛，那你这边。